生命最重要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不停地学习。人所能够追求的价值呢，不是纯粹一些即金钱或者一些物质或者外在的价值。放松其实就是松开松开松开，你松开自己就是很灵活的。即看得到自己的里面你会是怎样的，人家外面会观察到你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做错决定呢，圆圈就是自己不了解自己，看见自己是很重要的。当我讲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，他讲更多的故事。希望他成为一个能够自主为自己判断尋找美好的一个学生。对我自己、对个学生、对个社会都是不同的。自己内里这样做，只要我们在这些这么小的位置做得好，我们的下一代仍然是可以被、就是、有改变。如果那个回报是一点这么有心的东西，为什么要你回报呢？感恩是一样其中一个正念，是带动着我们生命里面一念一念一念这样带着我们，不去到天堂都远离地狱。数学可不可以讲感恩呢？小学生讲一些数学的反应呢，是他会让你想多一次你讲的是不是真的。教学有趣的位置就是，学生可以告诉你你有机会错，你就接受想一下。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是我会带回去的，就是感恩是要练习的。有机会我们可以互相多一些交流，甚至可以一起合作做一些不同的事情。